妈那么一大笔医疗费，你从哪里拿的？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跟我爸拿，因为你知道我会不高兴的。我还欠了下游厂商一大堆的款项。那些钱，燕姐不是帮你还的吗？燕姐，总裁，他们开始行动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幸福的脚步，东方卫视。